上上工時間11:59。時間12:00，8月3日星期六，佢星期五啊。喺前年嘅8月3日，2015年8月3日咧，去呢個 Anna 食飯，即係冇記得就喺朗明村去探人。但係當喺今日探嗰陣時候。在部 lift 看了一單的通知，這單通知就是說 在7月22日星期日，在喜平樓，即是我們隔離的棟樓，喜平樓，即是我們華平樓對面就已經喜平樓，他就說在2018年7月22日星期日，在喜平樓一個男的住客懷疑感染退伍軍人症。首先你說什麼，首先你知道什麼叫退伍軍人症，所以退伍軍人症意思是說一些士兵會遇到的病毒，即是你 打仗的時候遇到什麼病。他說有一種病叫做退伍軍人桿菌，它生存在20至45度之間，那些人接觸到之後呢，會開始咳，唞不到氣，即呼吸困難，頭暈，眼花撩亂，即是精神錯亂。疲倦，肌肉酸痛，還會肚痛，跟住肚屙，即係腹瀉，即係肚瀉咁解啊。咁嚴重嘅，梗係會精神錯亂，甚至會死亡。咁你知道啊？如果我即係喺咁啱就撞正喺隔離嗰棟樓嘅喎，隔離嗰棟樓，即係你話如果真係呢個退伍軍人症係蔓延曬成棟樓，咁即係大鑊嘅喎。你等同於2003年沙士喺淘大花園依座成棟樓嘅人感染曬沙士，但係即係話呢個病毒都算罕見。在朗明村裡都很少聽到有一種病真的叫退伍軍人症的，但真的很大鑊的。如果你本身 你沒有做運動的，即是最多老人家本身沒有做運動，很容易，即意思是個免疫系統很差，很容易傳染，很容易感染。但是我那時留在那裡都覺得有點奇怪，那麼靜的外面，不是那麼冷清的吧，即是喜平樓，如果真的住在附近那些一定要清潔的。那我聽日試下就青衣行過去荃灣西，不過都是4公里，都係
在青衣站 AHL 那裡，即是去清泉路的地方。每次喺 IG 都見到有啲唔知咩人嚟嘅，台灣人甚至有啲國外人，都會喺你個 post 裏面寫嗰啲評回應，嗰啲回應就係多數都係即係話一樣嘅，一係就話 amazing pearls， 一係就話 super， 一係就係、是、I'm sweet， 一係仲有最成日最多人講嘅 super sweet， 超級。誒唔知啦，書唔知咩嚟嘅，成日都留言，成日都會留言話 super sweet， 日日都呢句，個個都係得呢句嘅。係唔係佢哋嗰啲人睇咗之後係唔會睇內容，係齋睇張相即係即刻諗都唔諗即刻寫 super sweet 俾你。嗱，依班有個女仔，即係我追蹤咗佢嘅。唉，佢我覺得呢個女仔都幾～唔知又話幾開朗，幾活潑，甚至係無聊都喺 IG， 甚至係喺唔知邊個網站睇到一個 post， 令到佢好開心嘅，將嗰啲 post 通通放曬 IG 啦。甚至係佢連 post， 佢同佢哋嗰啲 friend 去睇戲，睇呢出叫做《大雄》咩《金文島》，即係而家嗰套戲嘅。哆啦 A 夢嗰套戲咧，都係好想，即係我都算係一個話佢一個唔簡單嘅人，因為佢即係好難對付。因為我 form one 嗰陣時候，我就咁啱我同佢啊數學合格嘅數學考試，而我食完飯之後喺嗰度温書嘅測驗合格先走。咁但係後屘冇人同佢坐，得我同佢坐咧。我同佢傾偈，跟住個個係以為我中意咗佢。撲你個雞！到底咩證據？坐埋一齊就已經係中意嘅。咁如果喺西鐵、地鐵、巴士坐同女同男坐埋一齊，咁就已經中意啦喎，係咪？都係摸下佢，你都係摸下判斷。假嘅，不要相信，这是假的。我唔知系点，唔知系做咩嘅。佢真系失魂主义，但我真系唔中意佢嘅，算罢啦。佢把声都唔知系咩。啊，咁即系点嘅？哦，唔系咁噶。佢又放曬靚仔嚟去上場，
我咗最近都唔係，我最近應該係上次我翻學嗰陣時都見到有多即係變服嘅學生無端端入咗學校裏邊，但係管理員就唔會截停佢哋嘅。但係我著便服嗰陣時，佢就截停我喎。你唔識我嘅咩？我見佢有好多次嘅。喂，我真係覺得有啲奇怪，點解會咁多不明來歷嘅人會入咗嚟學校嘅？呢啲人又唔識嘅，點解佢應該係嗰啲中六舊生，甚至有啲畢業咗嘅學嗰啲舊生，即係探老師啫。但係佢哋著便服，齋睇啲人就冇嘢嘅，繼續坐翻個管理台度睇手機嘅。而我咧入到嚟之後即刻截停我啊！我就變貨啊！即係反，即係我之前攞嗰張咩員工須知，即係買完期之後，又話我著變貨。